哎呦，如何让圆圆吃？我给他摆了棒子哎。大家带我来吗？那也呀。我给他女朋友送棒子，你来。那我养猪了，大家。那你去吧。啊。慢点啊。好。门儿也没锁，等着我来的吗？来这儿了。哟。嗨，圆圆，早上好。你再过来了吗？那店里边不是喜欢吃棒子吗？我给他带了点儿。你忙啥呢？没事，我做个文档。啊，就是再有拿那些棒子呀。啊，昨天不是你同事说想吃的吗？我多带点这个，地里边都是嘞，俺家里边种的有。没事，您拿走吧，没人吃，说实话真没人吃。啊，你这个有点怪啊，怪可爱的。你晚上有事没？晚上可能加班。加班啊？那我晚上我没事，我过来陪你吧。啊，没事，不用。啊，我店里边大头你最爱。还都来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我搁这陪陪你吧。啊，没事，不用，你先走吧。你把你的棒子拿走了，把你的棒子。那行，那我晚上再过来，晚上过来也行。不用，你拿走吧，把你的棒子拿走。在那店里边吃吧，我走了，圆圆。拜拜。哎呦。不好看的这婚纱。